7月12日消息，今晚荣耀 Magic V2 系列折叠屏手机正式发布。该机折叠态最薄只有 9.9 毫米，将折叠屏手机厚度带入毫米时代。外观方面，荣耀 Magic V2 系折叠态最薄只有 9.9 毫米，展开最薄 4.7 毫米。折叠态的荣耀 Magic V2 比华为 Mate 52S 还要薄。荣耀称第一次折叠屏手机比直板更薄。重量方面，荣耀 Magic V2 素皮版重231克，玻璃版重237克，素皮的版本做到了比直板机还轻。荣耀 Magic V2 重构铰链技术，采用跨界、跨行业工艺，应用自研盾构钢，榫卯是一体成型，打造荣耀鲁班钛金铰链。全球首款通过瑞士 SGS 高可靠折叠品质金标认证，40万次折叠无忧，支持多角度悬停。荣耀 Magic V2 采用八曲面灵动设计，共有雅黑色、绒黑色、绒紫色、云霞金四款配色。荣耀 Magic V2 还提供了一款至臻版，在普通版的基础上有不同的细节。荣耀 Magic V2 搭载荣耀新一代青海湖双电池，在轻薄机身中实现了高达5000毫安的电池容量，支持66万快充，采用荣耀禅意液冷散热，用赤脉结构仿生碳锁厂协同加速效应，高效解决散热难题。屏幕方面，荣耀 Magic V2 采用 6.43 英寸 2376×1060 京东方 OLED 外屏，屏幕比例20:9，支持120赫兹要头刷新率，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，通过德国莱茵 TUV 无屏闪认证，支持类自然光护眼，全局最大亮度1500 nit，峰值亮度2500 nit，支持 10.7 亿色超动态真彩显示，100% DCI-P3 色域，采用第二代纳米微晶玻璃盖板，获得 SGS 五星级抗跌耐摔认证。荣耀 Magic V2 的内屏是一块 7.92 英寸 2344×2156 京东方 OLED 内屏，屏幕比例 9.89，支持120赫兹 L 头刷新率，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，通过德国莱茵 TUV 无屏闪认证，支持类自然光护眼，全局最大亮度1000 nit， 峰值亮度1600 nit， 支持 10.7 亿色超动态真彩显示，100% DCI-P3 色域。荣耀 Magic V2 内外屏都支持手写笔。性能方面，荣耀 Magic V2 搭载骁龙8 Gen2 领先版，最高主屏为 3.36GHz， 也是首款骁龙8 Gen2 领先版折叠屏手机。荣耀 Magic V2 搭载 MagicOS 7.2，官方称对比 iPhone 14 Pro Max 千小时滑动卡顿次数减少 46.8%， Top 20 App 平均启动速度提升 20%。 该机还是首款通过 SGS 50个月持久流畅金标认证的手机。荣耀 Magic 2全系搭载自研射频增强芯片，使用环绕式天线扩展技术，号称打造天线性能新标杆。荣耀 Magic 2还支持分屏双空间独立运行，智慧隐私通话 2.0 优柔建议 Magic OS 全新悬停交互体验等功能。影像方面，荣耀 Magic V2 外屏前置 16MP 摄像头，内屏前置 16MP 摄像头，后置 50MP 主摄加加 50MP 超广角加加 20MP 长焦最高40倍摄像头。售价方面，荣耀 Magic V2 手机 16GB RAM 加 256GB RAM 版售价8999元，16GB RAM 加 512GB RAM 版售价9999元。荣耀 Magic V2 至臻版 16GB RAM 加 1TB RAM 售价11999元。新机将于7月12日21:30开启预售，7月20日10:08正式开售。